很远很远的地方，风雪女魔控制着的严寒的北极，有一位母亲带着两个孩子住在一间又小又破的茅屋里。风雪女魔在咆哮，谁要是勤劳勇敢，就会战胜风雪女魔，不会被她吓倒。特佑呢，快起来，丫头，醒醒吧，该起来了。孩子们都很懒，不听妈妈的话，他们只有闻到肉饼的香味才肯起来。我的好儿子，跟我捡点柴火去吧。妈妈，我不去。我的好女儿，你能跟我去吗？妈妈，我怕把手冻坏了。特尤呢，梳着两条长长的黑辫子，每天他总是看来看去。我太累了，就捡来这点柴火。孩子们，你们再去捡点，这点柴火不够烧的。够了，妈妈，够了，够了。屋子里的火要是灭了，可怕的风雪女魔就会闯进来。风雪女魔已经离这儿很近了，谁在路上碰着她，谁就会遭到不幸。风雪女魔把母鹿和小鹿分开，只剩下一只可怜的小鹿了。我的斗篷给我烧坏了，你们等着瞧吧。炉子里面的火还在燃烧着，风雪女魔不敢进去。讨厌火，这会把我的孩子冻死的，让他们冻死吧。
不成，我们的屋子里不能没有火。你敢反抗我，你就像一只愚蠢的老鸟，不要命也要保护着小鸟。好，我就把你变成一只鸟吧。妈妈，妈妈，咱们要是帮助妈妈捡柴火就好了。火要是不灭，风雪女魔就不会把妈妈抢走的。咱们走吧，找妈妈去。在这一望无边的苔原地带，他们到哪儿去找妈妈呢？因为你把我的斗篷烧坏了，犯了罪，你就要再给我做一件新的。哎，你们听着，把冰针和雪布快点给我拿来。丫头和特尤娜离开自己的家越来越远了，但是到哪儿也找不到妈妈。迎面太阳已经升起来了。太阳，风雪女魔把我妈妈抢走了，我们到哪儿去找呢？要到很远的冰山后面去，那儿的路很危险呐。等一等，太阳，帮帮我们吧！我的事情很多，但我还是帮助你们。这是我的剑，它能使你们脱离危险。这只小鹿，大概他的妈妈也丢了，你和我们在一起吧。射成这个样的，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小女孩，他们夺去了我嘴边的一只小鹿，他们奔这儿来了。哎，好睡的懒汉，你到苔原上去，去找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，你去唱歌，让他们永远的睡觉。
还在这儿呢，我马上就让你们睡觉。走吧，皮尤娜，走吧，小鸟，小鸟，我现在出不去，请你把这支歌带给我的孩子们。在可怕的荆棘关头，让我们的热血奔流，让我们的勇敢永不消失，我们的心就不会颤抖。睡吧，野兽，睡吧，孩子，睡觉是最幸福的享受。躺在雪底下会把疲倦的人送到梦乡。睡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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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睡吧。妈妈，让女儿和儿子永远的睡吧，再也看不见他的妈妈。把孩子们拉到遥远的冰山上，风雪女魔就住在悬崖和峡谷的后面。这怎么办呢？咱们砍一步走一步。山顶上去的路既难走又危险，丫头，我累了，就剩一点路了，腿用呢，离山顶不远了。不管白天和黑夜，丫头和腿用呢总是不断地向上爬着。短一点，忒
且尤娜的辫子非常漂亮，她很爱自己的辫子。这怎么办呢？丫头，给你。特尤娜，是你的辫子。特尤娜的辫子帮助丫头爬到了山顶上。丫头，你看，风雪女魔的房子，也许妈妈就在这儿。但是怎么才能越过这个深渊呢？在丫头背着的箭囊里有很多支箭。男孩和一个女孩站在深渊上边，你用你的黑斗篷去把路盖上，快点去吧。丫头射出太阳给的第一支箭，北极光，太阳的弟兄。射得很准，
一箭就射中了风雪女魔，冰山崩裂，风雪女魔倒向深渊里去了。风雪女魔的冰房子融化了，春天来到了胎原地带。儿子，你成了真正勇敢的人了。女儿，你的辫子也没有了。没关系，妈妈，还会长出来的。他们亲爱的一家人又回到了自己的茅屋，茅屋的火光再也不会熄灭了。